国际社会应坚持阿人主导、阿人所有原则，同阿富汗临时政府和所有各方加强接触，积极引导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，逐步恢复秩序、法治和经济进步发展。要支持阿富汗加大教育卫生领域的投入，保护妇女儿童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，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。长期以来，阿富汗邻国和周边国家积极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重建进程，为推动阿富汗实现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。中国正在筹备举办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，愿推动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，为阿富汗稳定和重建创造良好环境。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保持关注和投入，让阿富汗人民相信他们没有被遗忘。